哼，美美的。吃习惯了家乡的味道，其实出去去南方吃东西就感觉也有好吃的，但是还是挺怀念家里其实我上次我在云南吃那些也挺好吃，只不过我带着我妈吧，她有的辣的不能吃，肉也不能吃，嗯，所以对。我好多我也没咋吃。我家阿姨好像就喜欢吃那个瘦牛肉，是吧？但是幸好是什么呀？就是那边菜量不大，不像东北，一搞一盘子菜一大堆，就炒菜那种啊。那边没有那么大，我如果想吃啥，我要一盘，我自己也能吃得完，那差不多那个量。完了，每一样都可以要一点是吧？对。那也行。其实我姨吃东西挺健康的，她都吃一些瘦牛肉啊，吃一些青菜呀、啊，他说榴莲皮给我用。太狠了，太狠了，王梅心姐。直接让他跪榴莲皮呗，是吧？不知道，妈妈不知道他怎么了。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他怎么还，怎么还不对，知这道？个东西放不下了啊，就这样拿着吧。旁边的美女是什么身份？这是我好朋友。好朋友啊，就是金总吧。这个是什么肉？羊肉吧，应该。我没要羊肉啊，是吗？我要牛肉。哦，那就是牛肉好像，我吃不出来什么羊肉、牛肉，我还让你端着呀。这豆角挺好吃的，没有地方放了，因为那先落这上。我们两个空间很小啊。我要不然我说这边要摆，我扒在上行吗？也行啊，落这顶上也行，其实。对，那就这样吧。装饭吧，能放下。牛就传统肉的好亲吃戚还是羊肉好吃？我喜欢吃牛肉。你呢？你呢？牛肉羊肉？我羊肉我只能吃烤串的，你要像什么涮的呢？还能吃那个孜然羊肉，涮火锅呢？火锅我也不吃，然后炖的我也不吃，我就只能吃孜然的羊肉我能吃，不然我吃不了羊肉味儿。欣赏东北女人的性格，一个是爽快，是吧？两谢个字谢我很们爽梅快。心姐，那他们说我的性格就有点爷们儿一点儿。我们的那个龙腾虎跃在不在？再打个一。龙哥龙腾虎跃，龙哥虎哥，牛肉好吃一点，味道小一点。对对对，哎，羊肉龙腾炖虎跃的大我哥，就不行。走一个。我也赔一口，来一口是吧？啊，来，哎，打，赔一口，哎，他这回东北了，对，他回来了，我回来能有4天了是吧？完了你才找我，昨回来天，4天了，昨天不是给你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吗？对，半天我都没反应过来。我都进屋都火了半天，你看见我第一眼是愣住了，对呀，啊，我以为物业呢，我就想，我说我妈妈下楼拿钥匙啊，现在拿钥匙了，怎么还能按门铃呢？然后我又合计，他是难脸道是色物红吗？业？没有，不会，我喝这个，我除非10个以上会红。他挺有量的，他上次他自己喝得喝了10个是吧？12个那天。要喝12个呢，太牛了。但这个不行，这个没用的，这个喝多少都没用的，因为它没劲儿啊。那怎么喝没劲儿的呢？我不是考虑到你吗？你不用考虑我啊，四川那乐你，山的跷脚牛肉好吃，对，乐山跷脚牛肉挺好吃我最爱吃乐山的那个豆腐脑。我之前去那个乐山大佛去玩儿，哎呀，太好吃了。昨天还在送金总一个人。家乡好嗯，吧？对，家乡好。金总马上说看成物业管理员。对，我以为，因为我妈妈下楼，她都拿钥匙，然后一般不也上不来吗？只有物业就是能进来门，直接摁门铃，我以为是物业呢，我结是果偷是偷的。我开门之前不是屋里边有那个小屏幕吗？我一看，我那，给我愣住了都。半天没缓过来，
我对吃方面还好，我就是啥都行。感觉还是家里边的东西好吃，合胃口，合胃口，吃习惯了。嗯。吃的是什么虫吗？蚕蛹。吃蚕蛹。高蛋白。我如果不是。我如果不是小时候吃过，我长大我估计就不能敢吃。豆腐宴不错，酸酸甜的，好好的好的。对，还有耗儿鱼，还有串串香，然后那个豆腐脑，反正好多好吃的，特别怀念。不敢吃啊，高蛋白，直接动来，直接动来，大哥在不在？来，今天就是。也不是聊天，今天就是喝酒局，喝茶局。陪一个，我看我尽我最大的量，多喝一杯是一杯。哇！你看，那个子旭18岁，对，我18岁。爆浆，对，爆浆，必须爆浆。子旭龙牙大哥为了一说完我都有画面的爆浆。为了明天戒酒，今天最后一顿啊，今天一定陪好大哥。陪二帅呗，太讲究了。一定陪好大哥啊！云南的蜂蛹有很多，嗯，蜂蛹是那种小的，是吧？嗯，这个这么大是什么蚕？是什么蚕蛹？不大吧？我给你们比一下啊。蚕蛹好像都是这么大的。它就这么大，看到了吗？我们小时候拿着它玩的时候，它就会这么转吗？不来了，我们刚才吃了一个了。你再吃一个呗。你来吧，你再吃一个吧。哎，家人们先吃。来，咱俩干勇。干勇。这边有不敢吃的。他这时候咬起来，你会害怕吗？阁下该如何应对？吃了，我就给它咬，爆浆。咬爆呗。嗯。嗯，看你们吃的那么香，流口水了。蚕蛹，这蚕蛹，最后一串没有了。嗯，啊，这个他们这里卖多少钱一串？好像是感谢我们智慧蓝心的灯牌，智慧蓝心来了。慧智蓝心。那慧智，我老说错啊。慧智蓝心也是总陪的小童，反正这一年两蚕。人人升起，人人升起，不会干，不会干啥坏事。哎，我跟你讲个事儿。小时候我妈妈买那个蚕蛹是带壳的，然后放家里放了一段时间了之后，它慢慢孵出来了。天太热了，忘记了，忘记管它了，是吧？带那个大翅膀呢，变成蛾子了呗。嗯，扑棱蛾子呗。然后我说什么东西把我吓坏了，原来是蚕蛹孵出来。就是那个飞蛾扑火就说的就是它啊，就是这个蛾子呗。嗯，就是那只蛾子。看你们俩喝，我也想来呀，搞点个外卖，点个外卖，搞两杯，我们陪伴你，好不好？一起喝一杯。小童平时他不喝酒的，今天就为了这个酒局。我的烤串还没上呢，喝两瓶啊。嗯，差不多。我这第三个快完事儿了。那个直径来多少了？我怎么回事？先周两瓶了，烤串还没上呢。哎，你们谁有一步登天的那个，他能不能叫到他？能不能叫到一步登天？让他也过来，让他也过来喝两杯。一步登天可逗了，一天老一天天的。嗯，说话像东北味儿似的。天津人。嗯，狗不理包子。哎、狗不理包子。家人们不求别的，帮二帅点点赞就行。今天晚上啊，然后我们就是。多聊一会儿天儿，对，我俩就多吃点儿，聚一聚。今天是跟我们家人们好好聚一聚，我也得有一个多月，快两个月了，都没见到家人们了，是不？这个女人是，就是这个女人是我的好朋友。你们几个少喝点，喝多了会伤身体。谢谢敏敏姐，谢谢。好嘞，敏敏姐，放心吧。还是敏敏姐好啊，会担心我们，一直担心我们身体。敏敏姐特别心细，特别好。这杯酒敬我们敏敏姐。敬我敏敏姐，敏敏姐辛苦了。想金妈妈是吗，阮医生？
是不是嫌我妈妈那个翻白眼儿了？我今天直播可逗了，我妈就一坐沙发她就困，一坐沙发她就困，完了视频不是照着她吗？完了她就困的，完还想强睁眼睛还睁不开，完就翻白眼儿把我笑的，可有意思了。完有粉丝就说想念阿姨翻白眼儿了。那几号是七夕节？不知道啊，我从来都不关注这些啊，应该是农历七月初四。啊，还有三天，22号是吧？今天19号啊，3天，22号，对。嗯，这个你还是看着。其实我八十多了，保养的好不？这什么？嗯？服务员，你叫这个吗？这啥？不知道。这是你叫的吗？我好像不是吧？他是不是上错了？问问他。你看，这是鹌鹑吧？嗯，一只小鸟，像鹌鹑。你要没点，应该是上错了。上错了，给拿走就行了。服务员，没事。这是不是上错了？我们好像没叫吧？这是什么？给放一边去。没点鹌鹑吗？嗯，看一下，我也看一下。你把那个帮我拿过来一下，行不，兄弟？可以。那个纸，谢谢。来，蜘蛛不是蜘蛛，蜘蛛能吃啊？哎呦，是蜘蛛。这个应该是鹌鹑。是不是上错了？上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嗯。你说他要上错了，然后我们给他吃了，他该如何应对？那不要吃吗？我知道，我大概知道叫了啥。嗯。这个是鸽子。嗯。而且这边烤鸽子也好吃啊。烤乳鸽，还行吧。之前我吃的，没觉得特别好吃。嗯。那家好像还挺有名的呢。然后人特别多的一个烤肉哥，可能我吃的不会特别香。他们家会做生意，只要你来了，嗯，花生毛豆，请给你上一份这个。嗯，只要你来了，先给上一份这个。二顺，来一杯，来，直接用来大哥，来倒上，等一下啊。这个网络有延迟啊，就是你们说话我可能，会晚一点才看您是吧？对。哎，来，紫气东来，我吴哥，哎呀，就我敏敏姐，龙腾虎跃哥都在喝呢，还有谁在喝呢？谁在喝？打个一，我看有多少人。今天谁在跟那个小头儿在一起喝呢？打个一。行，你们在一起。好朋友。哎呦，这么多人！哇，这么多呢！东方子木、惠子兰心也喝呢，哎呀，什么都是假的。老梅也喝呢，我梅姐也喝呢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的天，雪儿、黄姐也喝呢。七四幺七啥带酒，好嘞。于月强强哥，慧玲高手，小杨温暖，家人们，家人们来，这个是油边儿，来一口。这么多人，家人们先吃，家人们先吃。这么多人在喝，这么多家人们敬家人们一口，来，感谢我家人们，谢谢我家人们的陪伴，谢谢。他这挺懂规矩的，我觉得灌不醉。我一般要是快喝醉了，我就不能喝了。然后家人们帮着出来点点赞，谢谢我妹姐，谢谢我妹姐的人气票。谢谢小杨的玫瑰。我是每天吃饭的时候喝一点。哦，挺会享受生活的哈、哦，太棒了！能喝多少，兰心？感谢我们梅姐的人气票，107个人气票，谢谢梅姐。还有这种晚上好，一共三。谢谢我198是你身高吗？198，只喝一杯白酒，哇塞，能喝一杯白酒呢？那你很厉害了。太厉害了，他说小童明天带两个妈妈出来一起吃饭。对，行。小姐来了，喝一杯。在家里边。小姐来了，喝一杯。好。小姐来了，该喝一杯。肖伯伯小妹妹来着吧？好久没见，听到。祝小姐早日康复。对，我们都要祝小姐早日康复，早日出院，早日来到二帅辽阳啊。啊，这杯敬衰姐。
祝我的帅姐妹妹，帅姐妹妹早日康复，完了来找彤彤姐姐玩。我也想看两位阿姨了。好，其实外边这个时候还是有点热的啊、哦。嗯，关键今天没有什么风，可那个纸给我一下，它是比较闷。嗯，放来，没事放这吧。它有点风还行，我昨天看一个预警，说是这两天会持续的闷热。哎，谢谢甩姐放了一个红灯吗？花灯。花灯。谢谢甩姐。走了，不打扰你了，不打扰啊，潇潇，不要走。因为下雨了，不热。决战到天亮。对，下雨了还会凉快一点。这两天没下雨，就比较闷。七夕花灯。哦。哦，一看要有什么节日了，他就是这主题都跟着这些走，是不是？嗯。你要到什么节，他就什么主题。这个女人家有几个小孩儿？看我现在多少个小孩儿？八个。我看你就是个小孩。没有呢，没有呢，我还是个小女生，永远18岁。云，终于看到你了，莫好久都没来了，莫是吧？福州这边下雨了，挺凉快。对，下雨了就凉快的多。浙江这边连续下了2天雨，那还能凉快一点。黑粉别理他，没事儿。感谢198送的大啤酒，谢谢。谢谢。嗯。夏天其实还是应该吃点这个小花生毛豆。花生毛豆小烧烤，对，东北的标配。其实他们讲啊，我朋友们说，他们家都是一般。在饭店吃完之后，第二油第三油，就第二顿第三顿来这吃的。对，在这儿啊，在这儿吃的。他家味儿是好吃，味儿好，而且感觉也不错。咱马路边漂亮了，谢谢我天之骄，好久不见了，想没想我？我感觉还没租好，还没找好房，一直还在找，没有那么也看到几个合适，但还要对比一下，就没有那么快吧。我也在给他看，我也在给他找，但是想找一个合适一点的，他能喜欢的。小童一直帮我推荐。哎呀，租房，我觉得租房比买房还难。嗯，